賺幾多啊？好少嘅，一幾百蚊。幾百蚊啊？冇辛苦啊？嚇？辛苦啊？差唔多啦，差唔多啦，冇辛苦啦。唔該曬。一kilo角三啊！啊，哦，咁樣係幾多kilo？咁樣啊，扣半到啦，咁樣扣半到啊？扣半啊！啊，哦，虧班。你一日可以攞幾多啊？十零蚊啦，十二蚊啊，唔錯啦，唔錯啊，唔錯咯。所以一キロ賣幾多啊？呢度一キロ賣角三。角三啊？誒咁樣係幾多キロ？咁樣佢可以賣幾多？咁多三啦，十三キロ。十三キロ十幾蚊啦？冇啦，十咩？十三キロ係。十三キロ溝七啫。溝七啫啊？喺度賣溝幾人嘅？哦，咁好好。十幾蚊咁好嘢。好難賺啊嘛。係。玩唔到幾啊？玩唔到幾啊？當然老人家。消磨時間啦。哦。揾老咪食榴蓮啦，買個買啲榴蓮食下咯。哎，不好招啊！哎，唔想講啦。一キロ賣幾多啊？我手工很難的，大手工。厲害啊！我們手工都很難的。一箱飯。很辛苦哦。钱呐、啊？为什么没有钱？有 CPF 吗？连 CPF 政府不给，因为扣住你们的那个月啊，好像 CPF 啊，你62岁啊，一个月给你200块。哦。啊，为什么人家的钱是人家，他慢慢给你，啊 ，CPF 又没有，政府又没有工作。重要的。
Table.